地藏菩萨本愿经，我们再念一段经文。尔时，恶毒鬼王合掌恭敬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诸鬼王，其数无量，在阎浮提或利益人，或损害人，个个不同。”然是业报，使我见属游行世界，多恶少善。过人家庭或诚意聚落，庄严房舍，或有男子女人，修毛发善事，乃至献一番一盖，扫香扫罚。供养佛像及菩萨像，或转读尊经，烧香供养一偈一偈。我等鬼王敬礼世人，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诸佛、是诸小鬼，各有大力及土地分，便令为父。不令恶事横事，恶病横病，乃至不如意事，尽于此色等处，何况入门？佛赞鬼王：善哉，善哉！汝等即以阎罗能如是永护善男女等，勿依告藩王帝师。令为父尼如，那么这一段呢，是这个鬼王啊，恶毒鬼王跟佛陀讲。那么意思是讲说，这些鬼啊，他们本身都是执行官，啊，都是在娑婆世界执行的，是一个执行官。他们可以讲啊，有很多众生的命运啊，都操之在这些鬼王的手中。啊，他们可以啊，给人家生病了，可以给人家这个磨掉这个生命的。但是按照鬼王所讲的，他们只是在行使一种任务。因为你本身有这一种业报，所以由这些鬼来执行。那么鬼呀、啊，有时候也是啊，为富人的，也是保护人的，并不一定所有的鬼都是作恶的，他有时候也是在保护人。那么他这里面有提到啦，或利益人，或损害人，也就是说，他也帮助人。但是他也损害人，也是害人。这个都是依照这个啊业报来的。你有什么样子的，你有善业，他就来帮助你。啊，你本身有恶业，他就来损害你。所以这些鬼啊，都是执行官。那么这个鬼王讲啊，他游行这个世界啊，发觉这个世界啊，作恶的多，做善的少，啊，做坏事的多，做好事的少。你在这个娑婆世界呀、啊，现在这个世界里面啊，你要找一个很干净的土，都很蛮难，很困难的。啊，你想想看嘛，单单一个治安的问题，你在这个地球上。你找一个治安很好的国家，都是蛮困难，真的是困难重重。所以是这个鬼王也讲嘛，这个世界是恶的多啊，善的少。2500多年前，释迦牟尼佛在刀立天讲经的时候，那娑婆世界已经是恶的多啊，善的少。
2500多年以后，现在还是一样，哪里治安好，哪里治安好我就搬到哪里，哪里都不好的。这些鬼啊，这过人家庭呢、啊，他经常游行世界的，很多无量的鬼游行世界呢，到家里啦、啊，到城里啊，到部落啊，到你的庄园呐、啊，到房舍，只要有男子女人呢、啊，就是比较心地比较好的，修毛华善事，做一点很小很小的善事，献一番一盖。这个是一个比喻啦，你供佛啊，献一个佛幡啊，献一个宝盖啊，去庄严这些佛像啊，或者是供这个少香少法，供很少的一斗花啊，很少的这个香啊去供佛。我们现在的人啊，供花啊，有的时候啊是看到那个别人家的花很漂亮，他拿一根剪刀就过去，拿去供佛，一抖，啊，这个当然这个是不可以的啊，不是师尊教你们这样的啊，这是不可以的，这是你自己种的花可以，你自己的种的花可以去供佛啊，捡起来去供佛，也要让他。啊，这供啊少香少华，因为人钱啊多啊就供多，钱少就供少，全凭你自己的心意。他说只要这样子做啊，或者是念这个经啊，念地藏经啊，或者念圆觉经啊，啊念这个法华经啊，啊你只要念这个经啊，烧香供养，一句一句，就是说念一个偈啊，像《金刚经》里面的偈，或者一句话，像阿弥陀佛念佛，阿弥陀佛念咒 ，Om Mani Padme Hum， 你能够念的话，这些鬼王啊都敬你是人，这些鬼啊都是恭敬你的，因为这世界上啊做善事的太少。突然间看到一个做一点点善事的时候，哇，很珍贵啊！啊，这个很难得，所以这些鬼都会拥护这个人的。啊，他现在就是讲啊，都是会慰富的，不会啊，这种人啊，不会发生不好的事，横事就是意外了，意外就叫做横事了，恶事。不好的事跟意外的事，恶病，一些不好的病跟意外的病都不会发生，不如意的事啊都不会接近这个房宅啊，你这家里就是很平安的意思了，都不会接近，何况入门就是不会进到家里了。那么佛陀也赞扬这个鬼王啊，说啊很好很好啊。啊，你们这些鬼啊，跟这个阎罗王啊，都能够拥护善男女，所以他也是派啊，他说我佛啊，这个佛陀啊，就是告诉梵王，梵王就是33天呐、啊，啊大梵天呐、啊，这些梵王跟帝师就是尸提恒音啊，也就是因陀罗，叫他们能够。为父你啊，你们这些鬼啊，他们也要保护你们，你们就一层一层的保护啊，他们保护这个阎浮提的众生，那么这些这个诸天呢、啊，也一样来保护这些鬼啊。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这样子。